军上。有何事？武将军竟然被一个姑娘挫了锐气。让他去吧。是君庙堂之高而优，欲为君复除。老夫知王姬此行必有意，老夫可交授王姬。多谢眼下。既然你这么确定无疑，你心里也启康公的作为无法与田。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。
知死活的小娃娃果然追了上来。我没有杀害父亲。这座尸骸之山，武将军的那具尸骸被我打倒，他的灵魂就此失了居所，眼看着就要被自己造出的尸骸山吞噬，他的魂魄自动选择了投奔我，